在兵马在一对中国大陆，以及在兵马在一对啊，万里长城啊，也就我感觉在这个大家人，而且在多单的外给的那什么在多啊，你马人家人，以及我在叫那么也多万里长城啊，万里肉粽啊，关注那么多就一点，哎呀，对这兵马在一对啊，高先生生个你南新段读书，以及叫马后那么也多白相啊，跟那先生个台湾那些民族。我是讲，因为这在大家那个人，如果去以前就我个邻居呀，对住我个爸爸呀、姑爷，大家跟那人，才开始大家就喜欢读书了本。我外个囡仔妈妈在带读，实在不敢妈在读太久先，要不就难读，起码也伊就古就了过程，阿爸啥拉罗个，伊就是那么读白讲啊，新民读啊，新的大学，起码也你该打点不啥娃娃。我家巴村人话，我该做哪个？哎，做哪个？可能管我家巴村人，不干嘛才做小波块。伊就叫电视个大家来那个买都做。哎，做小波块，我家巴村人，嘛都那么也多万里长城哎呀。因为它很特殊，因为它跟有点像那个万里长城长得很像。然后它又是因为它一整排，所以我们觉得它很特别，所以当地人都会这样子去简称它叫那个万里霸长。万里霸长的意思。就是它这样子，会不会以后就看不到海？一定的。这个就不是一个时代，是不是在一段艰难？就不是难度，我该就要来问。那个你马路那天，你马在上午段，就不是难来就要电脑了，就那个马后那么也多北疆啊，新的民族啊，新的大红，也就是大家那个来那个不啥心。这个哎，就去波先生这个你马在大屋里面都住，啊，过去你不该就应该就小波快呀，新的大屋个呀，哎呀多，哎就南新那艰难就加油。都出，另外我跟都出来呀。台九线南回公路南新路段，就长期有遭受那个浪袭，造成路基有掏空的危险。那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灾害修复工程，那这些消波块只是先暂时放置在这个现场，那后续这些基桩作业完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些消波块移到这个海岸那个护岸的边来做一个保护路基的一个设施。以前在那玩三个的多。如果去八角个出水都，伊就会去玩那么山的白象，啊是你民族啊是你大国个地方，我个爸贵啊贵啊，对去看那两年嘛只，啥都去嘛只，对不是个其他啥家人，八角里个啥个菜都煮，把那个都我个家里吧，我个就落个那只皮嘛只多小波块，把那个都毛毛拉起那我个嘛只带都，这个那天母娘那不得给。